28岁，身高1米68。 林娜在正在停在前两场比赛里面呢都取胜，现在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11，现在17比18，现在蔡明富还帮的是7比3领先。 2比1胜了朴成焕。今天这场双打的比赛呢，真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一场较量。而韩国队呢，他们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打到决胜，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保存体力，加强进攻。今天他们对蔡云和落后。 这就是正在场，当然，另外一方面非常大，局面呢比较被动。现在蔡云富海峰一定要顶住，要提升一下自己。危险，危险，危险！对，因为这样的站位啊，对中国队是一个最不利的一个。 进攻的站位，真正好的站位的位置就是应该是蔡云在前面封网，傅海峰。这球很平，而且低身。 13，继续比赛。好球，机会。各位可以看到，正在成的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非常的强。再看一下慢镜头。 这球杀了，把自己的防守的范围要扩大，这个球的时候，你的位置就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的聪明，又有节奏。这球因为推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所以防守的时候位置没有站好，所以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 因为前面双方呢是各胜了1局，决胜局到了最后阶段。
出界那么难打，因为不太好控制。你说如果跳得不够厚呢，又怕质量不好，你中了呢又容易出界，所以呢就是进攻呢始终呢在关键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打的，所以这时候的组合呢都是尽量去抢攻。那么裁判是对对对，哎呀，这样就20-19了，李龙大正在成领先。哎呀，扣球下网，24-22。最终韩国队是以24-22获得第三局的胜利。那么目前团体的总分是1-1。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双方运动员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现场的观众呈现出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高水平的比赛。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将是第三场比赛，是单打的比赛，中国队是陈金，韩国队是孙婉虎。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三场较量。